想逃离懦弱的自己，想努力却又不知从何做起。是什么让你摧毁自信？对憧憬的故事太未知了吗？想想过去我在做什么，是遥远让我变胆小了吗？春秋时代低头的那些人们，在城市大楼间找寻一丝安稳，种种现实正在阻挡着我们。啊，想逃离懦弱的自己，想努力却又不知从何做起，也狠狠剥离这些梦境。那些天真的梦早已忘记想，现在我在做什么？对梦想我还存有疑问吗？城市的路间找寻一丝安稳，总说现实正在阻挡着我们。啊啊，我们的希望，希望在哪？希望在哪？谢谢。